害羞，讨厌，他呢？缺德你，臭嘎嘣的你，老不来了。你等会儿吧，你等会儿，等会，这，他要这样能下岗吗？那就是下岗了呀。这什么意思？怎么说这什么臭嘎老不来了？他跟我这样，我能跟他这样吗？你可不能。俗话说得好，什么呀？老嫂子比母啊，小叔子是儿啊，咱得规规矩矩、一本正经的。你得客气啊，嫂子。对，我最近忙啊，我就是。哎呦呦！行了，这，干嘛？这血都上涌了，是怎么了都？你好好的你，最近比较忙啊。哎。忙你就不来了。哎呦，臭嘎嘣的你！什么话这叫？进来哟，快点，我都等不及了。那你等会呢？没这么说话的你。领着我就进院里了。进去了啊、嗯。哎，进院里了。是。进院里我心想，怎么也得问问孙悦在不在家呀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心里还有我。那当然，你在我心里多么的有分量啊。嗯，那是。是不是？你也是怕我拿刀追你啊？我说嫂子。嗯。孙悦在家吗？我呀。谁？这是我媳妇儿吗？是。孙悦。啊、嗨。怎么了？喂王八了。喂王。我一听挺开心。你等会儿。你才喂王八了呢。谁喂王八了？谁说你喂王八了？你说的喂王八了。上老魏家忙活去了。您等会儿啊。上老魏家忙活去了，喂王八了。我是不是有问题？这耳朵，我怎么丢字儿呢？听着，少听好几个字儿。哦，上老魏家忙活去了。上老魏家忙活去了。哦，那我心想，哎，想起来了。怎么呢？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。哎，我妈。那我得问问呢。问我妈。嫂子，老太太在家吗？我妈呀。嗨。嗯。上房了。上。我妈是猫啊。我说你妈是猫了吗？那猫才上房呢，知道吗？什么耳朵，在上房屋待着呢。上房了，在上房屋待着。我可能脑子是有毛病了，我跟你说。那我得去瞧瞧啊。就正堂屋。正堂屋。嗯。推门一瞧。怎么样？看见他母亲了。我妈。背对着我。面朝里。腰不弯，背不驼。精神。鹤发童颜。是。干嘛呢？捋胡子呢，这不还是猫吗？这不，不，那看书呢？看书呢？那捋胡子，看书呢，手里拿着一本《金瓶梅》。这我妈就是比较全面，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，没法看，把书本一合，放回原处，不看了，换一本插图版的，合着不认字儿啊。别乐了，这老捋这胡子得。行了，西门大官人。就懵啊，懵特别的懵。您可以了，现在我得打开这个尴尬的局面呢。对啊，我说老太太，你好啊。嗯。你扭头看见我了，瞧见了。讨厌。哎。缺德你，臭嘎嘣的你，老不来了你。我们家家风就这样是吗？我说嗨，这怨我了，老太太、啊，确实老没来了。是。您身体怎么样啊？身体挺好，坐着，宝贝儿，坐着啊。啊，宝贝儿还。给你倒杯水喝。喝点水。老太太再一扭头，嗯，我又发现一个情况。什么情况？老太太后边啊，有一个卷儿。啊，发卷。卷儿上面插着一朵小红花，什么意思？哎，这你不知道啊？这是我妈的好日子。你妈那天结婚，对，你妈嫁人。你说的我妈的好日子，好日子结婚呐，不是吗？生日，我的天哪！哎，我不知道啊。什么？那天是你妈的生日？啊，对。嗨，你妈的生日？是。你说这事闹的，你妈的？你妈的？你骂什么街呀你？你母亲的生日啊？对，我不知道啊。什么？您不知道啊？我都不知道，我还老魏家忙活去了呢。我就够多不孝顺了。
急什么？急什么？真行！我说嗨，老太太，今天是您的生日。嗯，我不知道。是我什么都没拿。哎呀，我刚才拿一冰棍，你看就剩。行了，哥就收进来吧。不合适。这样吧，明年怎么样？明年的今天就是您的周年，就到时候我再来。我妈今儿就得死是怎么着啊？什么叫周年呢？瞎说。谁瞎说了？你说你妈今儿就死不合适。废话，你要不说周年呢，还是您的生日。明年的今天还是您的生日。哎，到时候我再来。对，两份大礼给您送到。啊，补一下。今天不要挑我的礼。是。一会儿啊，讨您一碗寿面吃。哎呦，讨您一杯寿酒喝。你还憋着吃我喝我。您生日快乐，老太太。好好好。得嘞，好嘞，宝贝儿，坐着。老宝贝儿还得。我们娘俩啊，正聊着呢。啊，聊天。就听外边脚步声响。我回来了。没有。您的几个姐姐来了。哦，我那几个姐姐回来。哎，这可不容易啊。几个姐姐嫁到一起啊、嗯、嫁到了这个很远，来到一起不容易。是是是。大姐嫁到了延庆郊区。二姐嫁到了密云，还是郊区。三姐嫁到了平谷郊区。哎，这叫农村包围城市。我姐姐全是外围的，你看。而且各自手里都拿着东西呢。是是是。大姐牵了两只羊。羊。二姐拿了两只鹅。哎呦。三姐递了两只鸭。全是特产。出门迎接。是是是。我说嘿。嗯。大姐二姐三姐。啊。你们好啊。好啊。姐姐们说话了。姐姐们说什么呀？他们怎么都知道？我是没爱搭理你，我早知道了。讨厌。哎，对。缺德，臭嘎嘣的，老不来了。行了，姐姐啊，这话不合适啊。嗯，是您老不来了，还是我老不来了？哦，你老来，我老来。嗯、来，进来吧。今儿三个进屋里了。是，刚进屋里、啊，汽车声响，来车了，停在你们家门口。哎呦，哎，出门迎接，你去接姐姐。一打开门一瞧，嚯、哦，这辆大车，大车。13开门的凯迪拉克奔驰宝马。你等会儿啊，这是梅赛德斯，13开门的大奔驰。怎么样，聪明不聪明啊？不得罪人家。哎，植入的不留痕迹，现在就是。您先等会儿吧。什么车13开门的呀？传的，好家伙，上面下来一个姑娘，这车就剩门了，20来岁，嗯，穿金戴银，有钱，红色的旗袍，哎呦，漂亮。我说你，不好意思，嗯，您是哪宅的小姐呀？哪宅的？她说话，嗯，讨厌，缺德，我一瞧这是你们家人呢，啊，对，我们家人的风俗习惯这是，可是我不认识啊，谁呀？我说您哪宅的小姐？谁呀？臭嘎嘣的，我还哪宅的小姐啊？我姚宅的小姐。哦，对，姚姐儿啊。什么叫姚宅的小姐？你妹夫不姓姚吗？啊，哦，我妹妹，老妹妹呀。哦呦呵，哦呵，您是老妹妹呀？老妹妹，老没见您亭亭玉立了啊！哎嘿，越来越好看了。是，谁说不是呢？ 啊，老没见着你了，你最近挺好啊。挺好啊。咱俩在这聊会儿天，好热呀，你看看啊。你给我过去。穿着旗袍这么扇风啊，那不都看见了吗？他热我也没有，他热也没有这么进屋啊。我也跟他说了，是，别看了，还扫两眼，还进屋里，进屋，屋里凉快。哎，别着急，我拿着寿礼呢。我妹妹拿着什么呀？打开后备箱一瞧，两只野鸡。哎呦，我搀着野鸡领了你妹妹，我就进去了。搀着野鸡领，进屋一瞧啊。您这有点乱，什么叫您说什么搀着野鸡领着我妹妹、啊、不合适吧？那拉着野鸡，你等会儿，不提了你妹妹，你没听说？您这么说啊，我妹妹头了走，你跟野鸡在后边跟着。起什么哄？好什么好？就进去了，知道吗？就知道你人缘，就进屋了。是、哎，
姐四个到齐了啊。大姐说话了，大姐说什么呀？今天是咱老母亲的好日子，是妈妈的生日啊，每个人说这么几句吉祥话，老理儿，祝老太太生日快乐。好，我是大姐，我先说。大姐先说。以什么为题呢？什么呀？各自手里拿的东西为题。哦，寿礼。我牵了两只羊。是是是，今天上寿两只羊。羊炕上坐着有寿的娘。好，一会儿吃了长寿面，愿我娘富贵绵长，富贵绵长。好词儿，你们很开心。是是是，谢谢。就老捋这胡子，你二姐了。好，今天上寿两只鸭。是，炕上坐着有寿的妈。是，一会儿吃了长寿面，愿我妈富贵荣华，富贵荣华。是是是，你们很开心。谢谢。我妈大花猫。该三姐了。今天上寿两只鹅，炕上坐着有寿的婆。婆，一会儿吃了长寿面，愿我娘富贵三多，富贵三多。没错，你妈很开心。三多三多，还不舔舔手啊？许三多，许三多。该老妹妹了。我妹妹，听我的。是，今天上寿两只鸡，鸡炕上坐着陈冠希。就去。你别给我们家惹事儿啊！炕上坐着。是野鸡，炕上什么？坐着有寿的。哎，有寿的。一会儿吃了长寿面，愿我娘寿比天齐，寿比天齐。没错，你妈很开心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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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妈胡子痒痒。说完了，姐儿四个陪着老母亲在那聊天。是，实话实说啊。我作为外姓人啊，我在那儿不合适，有点尴尬，是不是？嗯。你媳妇在那儿也不合适。我媳妇怎么不合适？她也属于也。不算是你们家，你们也是外姓之人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得喊他去忙活点别的，对不对？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哎，你们俩外姓人忙活什么去？真行，哎，什么？哎，你喊我媳妇 A 呀？我喊她 B 呀？你这话说，你喊名字，金莲，什么？莲，我媳妇叫金莲啊。我说她姓潘了吗？那是，那什么叫金莲啊？谁说金莲了？你银莲，银莲，谁都能刷卡那种。这。像不像话呢？阿莲，阿莲，你看，他媳妇想啊，可以了吗？走走，可以了吗？您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们要干嘛去？这是，我们俩呀，啊，去做饭。那你为什么要分开说这俩字呢？显得硬朗。没有，你有点心虚，我听着，就做俩人做饭，做饭忙着。哎，啊，行，说着话，我们俩直奔卧室，直奔卧室，出来。你老拦着我干什么？废话，我这段什么时候说完？你说不完了，知道吗？你做饭，你上卧室干嘛去？怨我吗？那还怨我了？怨你们家的房子。我们家房子怎么了？这是客厅啊，这是卧室啊，男厕、女厕、厨房，一长溜，怨我了。客厅、卧室、男厕、女厕。厨房，一长溜，这不是猪圈吗？你们家才猪圈里呢。说自己的家是猪圈像话吗？废话，有你这么形容的吗？这玩意儿，反正盖的不太合理啊，就在最里边那屋就完了。直奔那个厨房，哎，一进厨房，门一关，哎，一插，大缸一顶，窗帘一拉，嘿，哎，站，这什么姿势？歇了虎子显形了是怎么了？不是我们这就梅赛德斯了。你别嘚瑟了，你等会儿吧，你上厨房干嘛？关门顶缸，窗帘都拉上，干嘛呀？这个人脏心眼子，你看见没有？我还没敢往脏了想呢。脏心眼子怎么了？别让我问住了啊！您说呀，你们家没有抽油烟机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吧？一会儿一炒菜一炝锅，那个油烟飘飘荡荡晃晃悠悠来到你母亲那屋，把你母亲呛着怎么办呢？哦，这厨房没有抽烟机，你怕这油烟子飘出去把老太太呛着，那你们关这么严实，你们俩就不怕了吗？
不怕。不是，你们俩怎么不怕呀？人工呼吸。去，把门给我打开。行，大刚挪开门，打开窗帘，拉开。哎，嘿，这就开始。你臭不要脸了吗？又怎么了？废话，你这都打开，你脱什么衣裳啊你？啊？你和面你不得脱了吗？我没明白，和面为什么就得脱衣？你们家和面穿着脱和呀？你们家那面都穿身上了。你不得脱光了和面吗？不得。你等会儿吧，这就你们家是这样吗？那赶明儿我是不是得上你们家吃顿包饺子去？我得参观参观了，我得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你就穿着衣服套上围裙。对，穿个围裙，脱光了讲。哎，和面。您这个面还有点立体了，这么和面呀？您的面在墙上呢。那怎么和？这么和面呀？您这面都在手上转呢，您就这么和面就完了？行，别比划了，行了，这面撒哪儿都是。和面，知道吧？那和面和这么开心呢？我们两个人正忙活着呢。忙活什么？说清楚了。和面呢？俩人说清楚，俩人做饭。我们俩正坐着呢，是不是？做饭。说不下去了，丢字儿。我们俩正做着饭呢，对，就听外边打起来了。我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宝贝儿，这个段子里根本就没有你。你老着急回来干什么？是啊，我着急回来抽你，我为什么呀？我，好，这里没我，没你。哦主动全没了，你说打起来了，怎么呢？谁跟谁打起来呢？谁呀？他的母亲跟他那个儿子打起来了，跟我那小儿子。哎，他的儿子五岁，不懂事儿。这怎么了？在桌子上跳舞。孩子在桌子上跳舞没关系啊？怎么呢？抱着暖瓶跳舞。暖瓶？抱着暖瓶跳舞也没关系啊。暖瓶脆了。脆了吧？可是里边有一个值钱的东西。瓶胆。瓶胆值钱吗？那有什么呀？你母亲的烟袋锅子藏在那里边了。那小烟袋锅子啊，怎么藏那儿？那是你母亲的嫁妆啊。对了，多有纪念意义啊！你等，我母亲嫁妆就一烟袋锅子呀。还有很多那个东西值钱呢。那是我姥爷留下来的。对呀，老祖宗留下值钱呢。那确实值，那老太都不给我，那是脆了，他能不生气吗？你说这事儿闹，要打你儿子，小男孩跑得快呀，噌就跑了。是。啊，在院里转了好几圈，好、啊、逮不着他。是，最后四个姑姑一下把小孩摁住了啊，拖过来，怎么样？妈妈给您揍他。这都什么姑姑啊？再看他母亲啊，孙子，哎，今天我要哎，咱别骂街。谁骂街了？什么叫孙子？骂什么街啊？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他喊他叫奶奶，他是不是应该喊他叫孙子呀？你奶奶喊你孙子，你抽他呀？你回到家，你奶奶孙子，你怕你骂谁呢？我合适吗？我怎么这么混蛋呢？我不是就是辈儿哈。那我、不是骂街哈。孙子，这不还是骂街？你再跑啊！今天我弄死你！哎呦，嗨，老太太，下不去手，哪有打隔辈人的？打我！踢出去了，哎呀，啪落到地上。是，再看他母亲怎么样？哈，无敌鸳鸯脚，好家伙，踹了七百多脚。老太太身体可以啊，七百多脚，好。是，再看他儿子怎么样？七窍流血。您呀，听我的，少看那猫和老鼠吧。奄奄一息，马上就死了。哎呀，难受啊。是，最后哇，哭出来了。那说明是活着呢。孩子一哭，他媳妇吓坏了。我媳妇儿怎么了？啊，打起来了！打起来，赶紧穿，赶紧穿！不是穿，什么叫穿？赶紧换，赶紧换！换，把围裙摘了。不用，带着围裙出去，
带着围裙怕人家误会。不，你不带着才误会呢，是不是？嗯，就得现交给。这么奇妙，是带着围裙出去了。嗯，出去没有十秒钟，怎么样？又回来了。怎么回来了？忘穿鞋了。哦，忘穿鞋。你们俩做什么饭还得光着脚啊？你甭管，就是反正段子里面你出去了，家破人亡了快。出去一瞧，孩子都已经成那样了，倒在血泊里了。再看他母亲，我妈生气了，就别捋胡子了，你老妖精这猫精这是，气坏了。哎呀，你说埋怨谁？埋怨孩子已经七窍流血了，是埋怨老母亲不合适。对呀，他媳妇张嘴唱上了，我媳妇还唱呢。嗯。忽听外面乱嚷嚷，不由得奴家心里慌，来到外面用目望，婆婆你不该把她伤。埋怨、行了，还带着乐队呢，词儿是埋怨老太太的词儿啊，埋怨我妈呀。老太太一听生气了，呀，怎么着？嚯，老太太显形了，这是趁了我烟的还埋怨我啊！老太太又张嘴唱上了。我妈唱什么呀？我们一起学麻将，一起喵喵。别唱去，这是最严酷，去那门市部就能完成，哎，超能力了，就能有了。对了，哦，我问问你啊，像您如果让您拥有这机会啊，你想拥有什么样的超能力？我琢磨琢磨啊，嗯，隐身。哎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我一猜就是啊，人门市部都调查了啊，95%的男性都会选择隐身。是这么普遍吗？嗯，95%。哎，那5%呢？透视眼。那5%就没水平。嗯，你看你都隐身了，要什么透视眼呀？哎，对不对？真是。哎，那我就来那95%的。您要不要玻璃水啊？我要玻璃水干嘛呀？大大方方说呗。含蓄点嘛。我想隐身。真是臭男人，真的是。我感觉他在骂我。不是，您选择隐身，你想干嘛呀？我不好意思说。这有什么？你说呗。我隐身以后，我想回馈社会。我想为大家服务，说实事儿。我想去澡堂子给大家搓澡。您等会儿吧，您不隐身也能去澡堂子给人搓澡？哎，不隐身去的是男澡堂子。那你，臭男人，狗东西，喂，满脑子龌龊思想。我知道这个违法乱纪，说正事儿。行，你说正事儿。那隐身能干什么？哎。我可以去当狗仔，这是本职工，这是什么工作？这工作可以，我就拍这些明星去，拍完他们我全给发网上去。哎，德云社好几百演员，我难个拍，难个拍完我难个往网上发，我全给他实锤了，怎么样？你不用隐身，现在说完他们也信。啊，对，我算单位内部人是吧？不是，那我也想不到嘛，人家隐身，你您干什么？具体想干嘛都是您个人意愿，哎，满足个人主观意愿。您到那儿，到那门市部啊，您就提人，提人，提人啊，提谁？提烧饼啊，朋友、舅舅、他媳妇儿，烧饼哥们儿的舅妈，对吧？哎，到那儿去就会有人接待您了啊，我就去吧。哎，有一个白大褂的一个科学家啊，哎，能不能去吧？去了。什么？您等会儿嘴里说的什么？他的一个英文名字，啊，我真没听过。能不能去不来去看？看。他是不是也是语言有障碍的？嗓子烧坏了？不，这是他的名字啊。那我记不住。哎，你得跟他打招呼。我就跟他，哎，您好。不啊，不行啊，你得叫人家名字。曹阳先生，你好。行了，你有点不尊敬人家。我真没记住 啊。您来我们这个门市部准备这个要隐身的超能力，哎，是吧？提前打好招呼啊。那我们得提前咨询一下我们的这个客户 啊。客户，我。您打算隐身？啊啊。您是打算引上半身啊，还是打算引下半身？那我打算引下半身啊。为什么呀？这样我尿尿滋你的时候，你就不知道我尿了。哎，干什么？废话，我还要抽你呢。怎么了？拿我找乐？谁都是引身不得引全身？哎，不，现在我们这个科学呀，研究成果现在只能到这儿啊，不成，只能引一半，要不上半身，要不下半身啊，要不左半身，要不右半身。就你这半拉有脸，那半拉没脸。你看你，不是你这话说，那你让我怎么选？你选，你想这玩意儿就没办法啊。对，行，为了跟人不一样，我让你
引一半总比不引强。哎，那我引上半身。引上半身，对，好，我们就给您上半身打一针引身针，就注射呀。哎，对了，那我要引下半身呢？哎，就给您下半身打一针引身针。那我要打两针呢？都打上半身啊？我有病啊！上下半身各打一针，是不是就全引了？哇、哦，曹老师啊，您解决了我们的医学难题呀、啊！你们是一帮傻子吗？不错不错啊，还得问问您，您有假牙吗？假睫毛、假美瞳、美甲，您先您的鼻梁子垫过吗？行，别，胸，不，这跟我都没关系。不是您问这些是什么？得告诉您啊，隐身只能隐您本体，本体，哎，就本身的，您生出来的有的零部件都能隐啊。您后期往里边哎乱填的，人贴个片呀、弄个鼻子呀、嘎刷，那不行，跟我没关系的东西。哎，得讲理吧。那我捋一下啊，那比方说就是物件大一点或重要一点的，那不行，得拿出去。我要。那我要心脏做过支架呢？哎，摘了。大乔，哎，就取下来。人工股骨头，哎，掰下来。全都不能留。不是您身体都揉成这样还隐身？您就是为了死了没人发现是吧？不是，我是根据你的。就这身体了还隐什么身啊？我就踏踏实实等死不完了吧？你说的嘛，就该摘的不都摘？都得摘，包括您那肾结石都得敲下来。结石都不能留。哎呦，我跟您说，前两天有一个病例啊，人家来我们这儿隐身之前啊，有一个肛瘘的小手术，肛瘘手术，哎、还没有拆线啊，没告诉我们，隐完身之后在外边走，一点都没有了，隐身啊，但是线头在半空当中飘着，有一老头手欠给解开了，大出血死了，哎呦，这可太吓人了，哎呀，这小包多巧妙。你这不是巧妙，你这太疼了，这就是挑了个线头儿给解开了，解开了，看得清清楚楚的啊。那我懂了，你为什么得外置都摘掉、哎？所以说我们得善意的提醒您。行行，没有对吧？没有，咱都没有，咱都没有。纹身有没有？哎，跟纹身有什么关系？哎、那个染料啊，它也不是您本身的。你要说胎记能引，纹身不行。哦，只要外置的都讲理嘛，对不对？不至于，不至于。前两天我们有一客户啊，后背纹一个满背。纹了一条大龙，满背的大龙、哎、大街上飘了一条大龙，让人家拴个绳拿风筝给放走了。这纹身也不行。您有吗、我倒没他那个那么大。在哪儿？就是我在这儿纹了一个这么大个、啊、不是就你别就纹了一个郭老师的头像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谁们家纹身纹一郭德纲头像？我是想给他到50岁生日来一个小惊喜，这块谁送生日礼物送人家纹身？我想这儿纹俩眼睛，这儿肚脐眼纹一个嘴，我就在这给他演这个。我是那么想，别人都送东西，我这一脱衣服，师傅来，你看给我来这。再有一个，你纹他一脑袋在这儿，就说相声不也保佑我吗？对不对？又不是他说，不是就说这就有纹身。您想办法给洗了，我刚纹的，那也得洗了。要不郭德纲满大街飘着能行吗？光一脑子没身子，张着嘴。行，好，得洗了，咱洗，为了隐身洗啊！回头想着洗了啊！洗、给拿过一红绳来。红，您等会儿这干什么？系手上，这个是。他一会儿注射完了，我们找不着您。哦，对，隐身都看不见了。对啊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什么？怕您跑单。哎。怕我隐身不交接，不是咱不是那人。哎，注射完了之后啊，注射完，哎，一会儿您就可以隐身了。哦，哎，术后呢，我们稍微给您做一下术后的注意事项啊，普及一下知识。哎，对了，啊、您说，这个隐身前后4个小时啊，啊，不能进食。隐身怎么不能吃饭啊？可不告诉你们，本身能隐身啊，您那食物隐不了身啊。您琢磨这道理，您吧唧隐身透明了，您胃里边汉堡。啊、辣条子、羊肉串啊、大冷面，哎呦呵，8个铁球，哎，等会儿，这铁球也能遗传吗？现在，那是我爸爸引，不是我引，就那意思，我就明白，就是容易我引完身之后吃完的东西在天上飘着。哎，对溜，而且喝水尽量喝的
就是矿泉水啊，啊，哎，纯净水啊，啊，别喝什么可乐、雪碧带色的，带色的在这儿飘，可乐、芬达都不行，一大黑汤子、哎，肚子里边有一黑汤子。懂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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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隐身，隐身前后别吃饭，记住了吧？记住了。那个一会儿您临走的时候啊，到前台、嗯、领50瓶开塞露和一个小镜子。开塞露是干嘛使的？就是怕您自主啊，啊排不干净。啊，这开塞露帮您强制排一下，倒有道理。别喝啊！我不喝，我不喝，不会的。开塞露不会喝。那个小镜子是干嘛的？哎，看看它排到哪儿了。哎，我是隐身，我不是瞎。我一低头，我不什么都看见了吗？这儿飘一汉堡，我看不见呀、啊。行，这个包袱失败了，岳云鹏老师贡献的，哈哈哈哈！不怎么样，这个。哎，出了门之后干嘛？您就隐身了啊，成功了。哎，没问题。您隐身之后，您想干嘛呀？哎呀那就有点高大上的梦想都得说出来了。您说呀，我想当英雄。当英雄？哎，对了，干嘛当英雄啊？有能力了，得当超级英雄啊！首先来说，我当了超级英雄，我还北漂呢，不得解决我个户口吗？凭什么呀？哎，我当了超级英雄，不得给我配辆车吗？您都会隐身了，那不是无人驾驶吗？哎，每个月的医保不得给我存个5-6万？您有什么大病啊？也是您身体都楼了，咱就说这意思，咱都超级英雄了。你看我儿子也得借着我这个露回脸吧。你儿子在学校够露脸的了。你甭管他现在是个大队长，他很优秀，我知道。啊、那如果知道我是超级英雄了，我儿子不得是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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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队长啊，对吧？你儿子让机关枪崩死了吧？这叫什么话？我的意思是，人家3道杠，我儿子就得100多道杠。哎呦！100多道杠啊，那个别让你儿子躺地上，怎么的？有人让大卡车当斑马线碾死啊！嘿，我天哪！你说话怎么那么讨厌？你得尊重我，知道我有能力了。哎呦，你也是想瞎了心了，完全是跟那儿意淫啊！就你能有超能力，别人不能有。这针只能给你一人打，别人打不了。啊？不是稀有的，人人平等啊！拥有超能力人多了去了。我没考虑过这个，没有那么些当英雄的机会。不是，那我这能力，那能干点什么呀？我出门左拐，啊、左拐有一个非正常人类研，您先等会儿。非正常人类不是精神病院吗？超能力人员集散中心。好，再说一遍，会错啊！再说一遍，超能力人员集散中心。啊，行，这回没错。到那儿一进去啊，啊，都是拥有超能力的啊，每个人都跟那蹲着，这蹲着干嘛？哎，您过去跟。哎，蹲着，您过去跟人都客气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会隐身的，有什么活想着点我，我想当超级英雄啊！哎，一会儿啊，大伙儿都跟那蹲着差不多了，有一夹着包走着来，那个啊，有一个高空作业，擦玻璃，80一天，来6个会飞的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来6个会飞的，擦走了，80一天。哎，一会儿又有一个夹着包的，哎，那个地下管道堵塞啊，需要几个通地下管道的。要会蹲地的51天，来5个有吗？咚咚咚咚咚，下去5个，这不就是趴活的吗？一会儿又一进来的啊，我需要一个能跟我们打击犯罪的，打击犯罪。哎，对了，窃取他们敌方情报的。哦，要求一个会隐身的，有吗？哎，这不就是我吗？啊，太好了，我就会隐身啊，160块钱一天。160比他们可多呀！哎，行，那您就跟我们走了吧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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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60可以。太好了，跟我们走吧。走。哎，干嘛去？干嘛去？啊，是这样，一个跨国集团的犯罪分子，哦，隐秘在暗处，而您的任务就是通过隐身潜入进去，偷取他们的情报，把他们的时间和地点告诉给我们，好让我们的这帮人员将他们一网打尽。专业对口，隐身正合适。哎，派了4个工作人员跟着您去，哎，一块儿，哎，到了机场，啊，买4张机票，哎，上飞机。您等会儿，嗯，4个工作人员跟我去，嗯，买不得买5张机票吗？哎，曹老师啊，我们的金额呀稍微有限，啊，资金有限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您不会隐身吗？您避避区，您就隐身上飞机吧。我超级英雄，我逃票。您都隐身了，没人认识您是谁。这话说的，你只要不把郭德纲露出来，就没人发现你了。行行行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嗯，这个，你等我去趟卫生间啊。干嘛去啊？隐身嘛，去趟卫生间。你就这儿脱啊？这儿不是不寒不礼貌啊？好了，把我的风衣脱了，我的中山装脱了，我的坎肩脱了，我的束腰。隐身干嘛穿束腰啊？超级英雄得注意形象啊，这肉得勒住了。嗯，然后跨栏背心儿，束腰里边穿跨栏背心儿。
束腰头里不一堆小铁扣吗？我怕勒着肉，拿背心挡挡。您真细致。哎，外裤。哎呀，线儿裤。好家伙！啊，曹老师，哎，来来，别引了，先别引了。您打算诱惑敌人吗？什么诱惑？这干嘛？是这什么玩意儿啊？我老寒腿，护膝啊。哎，护膝，内裤，差不多。行行了，隐身。这个曹老师您在哪儿了？咱们走吧。啊，我们没看见您。走了，隐身完了。您哪儿去了？走，这儿这儿呢。哎，这儿往这儿往这儿看。哎，曹老师，这儿呢。您受累啊，做一下人脸识别领取任务。人脸识别？哎，对。那不行，我现在隐身了，我要露，我就全身都光着露了。哎，您要当时选择隐上面事儿多好呢。非得识别吗？哎，非得识别。麻烦，等会儿，等会儿啊。内裤。护膝，有护膝，秋裤，外裤，垮篮背心，束腰，马甲，哎，中山装，大风衣，来来识别，来来来啊，左转，左左转，右转，哎，眨着眼，哎，冲他乐一乐，好嘞，行了，这个、你确定扮的不是小额贷吧？放心，啊啊，行，那就行，不是小额贷，那我就踏实。这个曹老师，您先别着急。咱们再做一个一块儿合一个大合影吧。曹老师您。成功、啊、咱们出发吧。您能听我说完再隐身吗？什么意思？咱们一块儿来一张大合影吧。要大合影干嘛呀？哎呦，证明一下咱是全心全友去的呀、啊、万一任务失败了，人家派直升机接咱，得知道是哪五个人啊。不照着图片得找啊。那怎么办现在？您还是现身吧。真麻烦，你等我穿吧。哎，内裤来吧。您这什么意思呀？废话，穿衣服太麻烦，一个大风衣搞定了。来来来来，一块儿照相。照来，谢谢谢谢。好嘞、啊、曹老师您可以隐身了。我怕你还有别的事儿啊。没有事了，确定没事了，您可能可以走了。哎哎，曹老师，成功。那个刚才这张照片眨眼了，我不照了，不照了。要不咱就这样，我到时候人接我来，我闭着眼睛走，行不行啊？拍啊，不用不用拍了，可以。那咱们就顺利登机啊，可以。经过一天一夜的飞行，那么远，您顺利的抵达了目的地啊。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北极。哪儿？北极呀、啊。哎，犯罪分子在隐秘地点裹着大棉袄，冻得是瑟瑟发抖啊！也不知道我们俩谁瑟瑟发抖，我这还光着腚呢。怎么的，先丢人了？不是，干嘛丢？我那是冻的呀！哎呦，您别哆嗦，您去呀、啊。到人那儿领任务，人家同志过来接您了啊。我们只能护送您到这儿了。哦，这是我们的临时指挥所。临时指挥所，剩下的路、啊、就得您自己往前走了。孤胆英雄，向北80公里就是他们的隐秘地点。到时候您窃取完他们的信息回来，好告诉我。捋一下啊 啊, 啊，我捋一下，就是我需要光着腚。从临时指挥部走80公里向北，向北啊，一路向北走80公里到达人家的目的地，然后完成任务再回来。对，这样吧，啊，你把刚才咱们那个合影 P 成黑白的，早晚会用上。别说这丧气话啊，提着大胆往前走，那也得去当超级英雄嘛。走，好不容易走了一天一夜，啊，到达人家的隐秘地点，我到了，就看见两个壮汉啊，哎，凶神恶煞，呵，哎，裹着貂皮大衣。端着一杯热乎乎的黑咖啡跟那儿抽烟聊天。他们俩怎么不去死，穿得这么暖和。哎呦，好家伙，俩人冻得跟那儿直跺脚啊。哎，抽完这根烟往地下这么一踩，可算完事儿了，又续了一根。烟瘾那么大了，哎，连续抽了得有80条吧。他们俩改烟囱，哎、啊、里边一开门看出一人来、啊、二位进来暖和暖和啊。开门，这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哎，您顺着门缝啊，呲溜、啊、您就隐身进去了，成功进入。到那儿一看，哎、啊、发现桌子上边有他们的文件、啊、上边记录着他们下一次的交易地点就在赤道、啊、时间就在明天。这一冷一热他们受得了吗？哎呀，他们身体好啊。
我身体不行啊。哎，这怎么办？您这文件材料，我是说相声的，我背词儿快，我都给他背下来。哎，太棒了，行吗？您背下来之后，赶紧往回走。到了那儿，您推开临时指挥部的门啊，嘿。我终于知道了啊！我知道了，成功。他们的交易地点就在赤道，时间就在昨天。哎，不是明天吗？怎么是昨天呀？您走了80公里啊！啊，我又走了一天一宿，是吧？哎，对了，全耽误了吗？是啊，这叫什么超能力呀？这可太耽误事了。这个没有车呀？怎么会没有车？你哪还有没有车？你哪怕有个共享单车也行啊！没有共享，你没有手机呀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手机？我有手机，我不就能扫一共享单车，然后骑过去？你有手机不就给我们发微信了吗？这脑子还动傻了？不行，你这不行，这太这超能力，这太弊端太大。挑的你可以换啊，能换，能换啊。不要隐身了，我换一个，换一个。我换一个，我换一个，我想想，千里眼怎么样？千里眼行啊，看到千里之外，但是有一个缺点，什么呀？特别模糊。这不跟我近视眼一样吗？这不太行。那我就力大无穷，力大无穷。嗯，副作用就是什么呢？啊，夹子音，力大无穷是夹子音。哎，对了，你想有这么一个场景啊？啊，罪犯啊，犯罪分子给一辆公交车掀翻了，这时候啊，您啪，轻轻的拖住，稳稳的放下，嘿，冲着一车人啊，朋友们，快点跑呀！呦呦，算了，太羞耻了，这哎呦我的，这不行，换一个，哎。遁地术，遁地术，哎，也有副作用。什么呀？哎，就是不能呼吸。怎么干嘛？我自杀去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那我天上飞，天上飞啊，也有副作用。什么？就是飞的时候不停的拉稀。怎么那么恶心啊？哎呦，要不你选择灵魂出窍吧？还有玄学。灵魂出窍当然也有副作用啊。哎，就是灵魂出去啊，不一定回得来。我把我自己送走了，这都什么超能力？哎呦，当个超级英雄可太难了！哎呀，谁说当超级英雄难啊？只是你没发现。我发现什么呀？哎，太多超级英雄了啊！比如说工人兄弟，通过自己的双手和智慧盖起了万丈的高楼，算不算超级英雄？我不会算。哎，农民伯伯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种出来这么多的粮食，哎，送到我们嘴边，算不算超级英雄？算。哎，其实你也有超能力。我有什么超能力？你用你说相声的本领逗得大家伙开心，你也是超级英雄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超级英雄，你明白吗？说得太好了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你要参加相声大赛。哎，对不对？咱家相声大赛干嘛？那不住。行了，我懂了。哎呦，我就用我的个人能力把大伙儿逗乐了就可以了。好好说相声。对，我还得再带你去一趟文师部。干嘛还去？加强你的能力，让你一站在台上，大家伙就想笑，那不更好了吗？但是也有点副作用。什么副作用？就是光着。哎，我去你的吧！别人那叫祥瑞，搁你这儿就坏了。凭什么呀？你工作单位有问题。你说德云社有问题啊？对呀，德云社。那你也德云社，你怎么没事？我没事，我们家祖坟不在齐齐哈尔啊。你什么科呀？我是云鹤，我是鹤字科。哎呀，对了，你上边孟鹤堂啊，张鹤伦、郎鹤炎、啊、杨鹤通，这些人都压着你呢。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、啊？杨鹤通一人就压死你啊。那是体重压死了。哎，我也可以追一追他吗？太有关系了。你琢磨这个道理什么呀？家里边祖坟被仙鹤踩着，你在单位被这帮鹤字也踩着，你好了？你活得起来吗？这是这么解释的吗？哎呦，怎么不往那儿想能行吗？鹤字踩着我，仙鹤踩着祖，这有必然关系。太有了。为什么没火呀？这么一说，那我应该怎么解决呀？你想辙呀？我改个名儿，嗯，改个名儿，不叫鹤字不就完了吗？叫什么呀？我云鹤九，龙腾四，我，哎，海字比较安全。你叫曹海洋啊？跟师傅商量商量，改一个呗。彻底水到头了，你火不了。不是，那你说怎么办呀？问问大仙儿吧。大仙儿有辙。嗯，你呀、啊，迁坟，迁坟。哎，你找一个。有哈尔两个字儿的名字的城市，齐齐哈尔，那不没签吗？那不是你试试中医吧，真的
不是那哈尔有时候哈尔滨，哎，哈尔滨，我签那儿干嘛去啊？哎呦，签那儿好啊，那哈尔滨大了，你得说个地儿啊。哎，哈尔滨哪儿最火？哪儿啊？冰雪大世界。没有证据。那人多呀。啊，我把我们家祖坟迁到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。怎么了？你别闹了，那个地儿年年拆呀。年年拆，你换个思路啊。什么呀？年年拆，它不还年年盖吗？我们家老盖祖坟玩啊。哎呦，一到冬天街坊四邻一出来，呦喂，各位快看看人家老曹家吧，还得是人家曹鹤阳能耐大哟，人家又修新祖坟啦。你看看人家祖坟，还盖大滑梯啦。那是祖坟该有的东西吗？好家伙，到时候全国人民来了，哎，都得祭拜你们祖先。全国人民在你家祖坟上左脚右脚左脚左脚前后前后左右左。这回行了，不光贺字的踩着我，全国人民都踩着我了。哎，这回啊，一到夏天的时候，你们家祖坟顺势不就飘到咱们吉林了吗？你的老祖先就在吉林了。哎，就是我们祖先居无定所，是这意思吧？你得到吉林等着。你先甭管飘到哪儿去，这事儿，那这事儿，他祖先能同意吗？是谁将我唤醒？我沉睡了千年。这谁呀？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曹操，哎啊，大胆后辈，竟敢直呼祖先名讳！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呦，哎，老祖先啊，刚才有个大仙说让咱家迁祖坟，你乐意吗？事关机密，请福儿过来。好，您说 ，OK 了。怎么曹操外国旅游去了？是怎么着？怎么样？行，能迁吗？啊，那刚才确实沟通了一下，老祖先倒同意了。听祖先没毛病。那关键老祖先虽然同意，我爸他未准同意啊。谁？我爸呀。儿啊，听那仙儿的，咱俩这祖坟必须挪哈尔滨去，没毛病，签。您这玩意儿活人也能上身啊？灵魂互换嘛。我现在有点懵，现在签不签啊？都说签签签签签，都同意那就签，对不对？再说老话说得好，说的什么呀？老话说叫什么呢？啊，穷搬家，富迁坟，好像有这么一句。你看看啊，王侯将相那祖坟啊，修的是不是都跟宫殿似的？十三陵没去过吗？去过，哎，旅游去观光，多呀，都去。你看，哎，我为什么比你好啊？为什么呀？你看我们老租的祖坟在哪儿？你让你们老祖先给你看个嘴。老朱家祖坟在哪儿啊？老朱家祖坟在哪儿啊？南京一座山都是我们家祖坟，明孝陵。为什么我好啊？你是朱元璋的后代。哟，咱俩拉拉手吧，咱俩级别都还可以啊。哎呦呵，得签。那听你的，签签签。那您看咱怎么签？谁怎么签？我们家怎么签？您出，你自个儿签去，你跟我说着吗？你别，我没有这迁坟这方面的朋友，我不懂。那你问我干嘛呀？你不有大仙儿的吗？一块儿就给我。大仙儿也不是干迁坟的呀，你以为大仙干土方出身啊？不是，我那意思就是，好歹这大仙儿肯定这方面。人家你找别人有资源，专门干活瓦匠干迁坟。你手累，一块儿给我找了吧。你说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。你这么着吧，掏6万块钱把这坟给你弄好了。多少？6万。对呀，6万啊，可以可以。那我怎么给你？你就给我吧。你看你看，你是手机，你是支付宝。大仙儿，烧钱了，我给你烧的干干净净的啊。6万啊。就交给您了啊，交给您了。他们家祖先啊，在祖坟里边那脑袋让板砖给拍过，我跟你说吧。什么意思？这不都给完了吗？钱给我，给大仙管什么用啊？我忍你半天了，知道吗？骗人，忽悠我啊！我捋一捋啊，刚才他都用了什么技术啊？他用了封建迷信，cosplay 古代人物，杜撰自己是老朱家后代。啊，还有什么？还让我爸爸上身用伦理哏的形式占我便宜。你是人吗你？啊，拿我当傻子呢？你刚才说那有人话吗？有一句是正经的，你媳妇混凝土。
我都俩孩子，我换媳妇儿，我疯了。再有一个，你们家坟上盖打滑梯，怎么不在你们家祖坟上盖一跳楼机呢？我们家祖坟上都这样，你们家那也都这样的，你是人吗你？二儿子，别扔你刚才手机响了，手机，我看完我再骂你。恭喜您成为《极限挑战》的常驻嘉宾，发件人烧饼。哎呀，你怎么存我手机号啊？还，咱俩熟人，我不得存手机号吗？你好，我是陈冠希，我现在人在 LA， 碰着一帮很坏很坏的人，微信转账300块，帮我回香港。咻，来短信，我不用再听微信了，我已经听见了。你的曹鹤阳，你儿子在我手里，你连骗都懒得骗我了，是不是？这么费劲，哎呦，我不知道说你聪明还是啥，你有能再想俩主意，来来来，好，来，你来瓶水喝，来，你再想再想，还有什么主意骗骗我来？哎呦，中奖了！哎呀，什么玩意儿？10000块钱，咱就中奖，中10000块钱。别咱的啊，是我中10000。不是，这不咱中一万？别咱，这水是我带来的，这是我喝的呀，那还是我拧的呢。不是，咱是江湖规矩，见面分一半。见面分一半。对呀、啊，你给我转钱，我把瓶盖给你。没问题啊，来拿走。哎，骗子，上面连字儿都没有，你还好意思说我是骗子？你骗了我多长时间了？不是烧饼，你等会儿有没有尊严？有没有就是你诈骗门有师傅吗？就你这骗人技术，你一辈子都是个学员，你知道吗？就你这还好意思出来行骗，你找人学学行不行？就这瓶盖的技术都多少年了还信呢？我也不容易啊，但凡家里要是没摊着点身神出来干这个呀，啊，我也不容易啊。各位，我也是从小家里边比较困难，我也是一个有父有母的孤儿。什么什么？各位，我上有73岁的老母，下有2个84岁的儿子。啊？我妈妈小儿麻痹，我儿子大脑痴呆，我交不起我妈上学学钱呀。我爸爸前两天查出4个子宫肌瘤来，各位。张老师，我这么惨了，你随便给我转个3万2万的。别哭了，行了，我算听明白，你这种人没救了。我告诉保安，把门都给我关好了，给我把他控制住了。我现在就报警。哎，抓人。好，好啊，怎么不错？曹鹤阳，跟我玩淡定是不是？哎，没看错你啊，你的防骗意识很强。什么意思？哎，刚才这么多诱惑，你通通都识破了。你的反诈意识很强啊！实话告诉你说吧，我是反诈协会的会员，这是我的证件。什么玩意儿？刚才，今天来这儿呢，主要是第一考察一下这个吉林人民的这个反诈意识啊，主要拿你们相声演员开一开刀。那不是为什么骗我呀？哎，对了，你是相声演员公众人物啊，看看你的反诈意识给大家伙起到一个教材的作用。你表现得非常不错，现在由我们协会授予您反诈先锋的称号，来请，有请李小姐。啊啊，这么突然吗？这是？不是，我有点懵啊，我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锦旗，锦旗啊，和我们给您颁发的绶带。啊，还有绶带，从这儿起，您就是反诈英雄了。哎，来来来，站住！您还得受累啊，配合我们录一条这个反诈的 VCR 啊。很简单。危险就在身边，反诈人人有责。可以。那个，您手机有电吗？我手机有。您怎么着？帮我解锁一下。解锁一下。哦，行，好啊，来来，开锁。啊，可以。哎，我给您记住词了吗？啊，就啊，危险人人有责。危险就在身边啊，危险，反诈人有责。放心，这视频好好录啊。啊，好，会在我们全国各地各大公共场合24小时循环播放。可以。来，开始啊，来，危险。就在身边，反诈人人有责。哎，好，特别棒，可以吗？太专业了，真的是一
一条就过啊。行行行，然后希望您啊保持住这种防骗的意识。好好好，好今天还来了各式各位的这个各个省市的这个反诈代表。是吗是吗，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，你又信了是不是？嗯，刚夸你两句怎么又下套了呢？什么什么意思？哎，就没有这些人。哦哦，好好学习，我加强学习，加强学习，多多替我们反诈宣传啊。好了好好，身体健康。哎好好，再见啊。哎好好，去别的地方不晚了，各位拜拜。哎呀，哎呦，真没想到，呵，还有个，哎呦，还有个锦旗啊，真没想到，呵，哎呦，哎，你瞧这字儿写的啊，反诈先锋，反诈，反诈有炸弹的炸吗？我还得报警抓他，我，哎，我手机呢？我手机，哎，这个说实话头一次来到我们的吉林啊，这个特别开心啊，也特别感谢大家伙这个现场各位观众的捧场。这个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啊，这个艺术是假的，这个卖榜的力气是真的啊。今天也比较有诚意，带着两个这个新作品在这个吉林，第一个作品是这个《超能勇士》，然后是在吉林首演，啊，不知道效果怎么样。然后呢，我们，哎，希望这个多出新作品。作为一个这个相声演员嘛，还是靠作品去说话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还带了一首这个新歌啊，去给大家伙分享一下啊。哦，曹老师，您别往后站，您往前站。这不是您说话呢吗？咱们得让出场地吗？是不是？刚才您不是这么着。行，那咱们怎么着？新歌确实还有点不熟悉、啊。对，因为这歌还没有发过，等于今天吉林是第一次唱，我们心里也悬着呢。反正希望大家喜欢吧，谢谢大家。好，然后那个希望大家用你们自己的热情感动你们自己啊。什么话这叫？用我们的热情感动您在座的所有观众朋友们。然后音响师 SKD。张老师，你这一直掏什么呢？掏一下音。哦。现场观众，你们的尖叫声。这一路好长，我的情绪跳荡，延绵到早上。为了竞争那道光，马蹄声飘扬，穿过大街小巷，思路多豪放，把爱传递直截了当。我学着在探索中也接着爱，藏在多少能花多少车，感觉特别的帅。自首开的路，兜里揣的裤子已把我接过来，把困难都还给食物，是因为这是条完美之路。笑吧笑吧，嘴角都打开，美丽融合进的创意，骄傲的轨迹，幸福在脸上洋溢，从西域神秘带回了好消息，留下的痕迹披星戴月百里交易，是和天域代表了传承和延续，受伤的罗盘语说那个地方也没有多难去，别总把注意力放在人里，开就在这目的地，把困难都还给食物，是因为这是条完美之路。笑吧笑吧，把嘴角都打开，跳吧跳吧，请不要再发呆，笑吧笑吧，让烦恼都走开，跳吧跳吧，就现在不要等，笑吧笑吧，把嘴角都打开，跳吧跳吧，请不要再发呆，笑吧笑吧，
其实这首歌对我们俩来说难度很大，因为确实以我们俩的音域，这歌很高。曹老师挑了一个曲风，挑了一个这个西域风格的曲风。嗯，两个东北人非要唱一个西域风格的曲风，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。你少来这一套，我的祖坟都让你挪到西藏去了。开个小玩笑啊！今天还有我们最经典的一首歌《发大财》，送给我们吉林的所有朋友们。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在2024年都能发大财，通过自己的双手挣出自己的一片天。你要是 SKT， 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都能站起来，让你们的手机点亮我们的剧场。来，都站起来，让我听到吉林朋友们的尖叫声。我家没什么值钱的，就只有这套房。我的生活挺悠闲的，还真不是特别忙。我最趁的就是时间，真不是我吊儿郎当。我的工作就这性质，是半年不开张，一开张就吃半年，我就挣点吃饭钱。我想撞个大运发大财，给我吃个十万年。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人家招牌印，实在不行往我家外墙画个拆字好改命。快点来，快点来，好运气快点来，中彩票发大财，生活里没有雾霾。要我每天都在盼着，能把工作给换了，一笔账在心里算着，一步走着看着。发大财，发大财，跟我一起发大财，发大财，发大财，跟我一起发大财，发大财，发大财，跟我一起发大财，发大财，发大财，跟我一起发大财。观众朋友们，今天会让你们记住，在2024年，这是一个开心的夜晚。希望大家伙都能跟着这首歌曲跳起来。等来等去，终于等到新项目要拿下它，我得赶紧签了合同，赶紧拿钱，赶紧花。我想先换辆车看看，奔驰、奥迪、大宝马，再报旅行。